上天给人的性是善的，如果能不被情所惑，就可以做圣人君子。君子，你要娶我吗？得知消息的那一天，是臣妾长到十八岁最开心的一天。 奴见过官家，他们希望我以后能被选做官家的娘子。那你自己呢？由心而发，却又能只乎于适度的情。他是一位周全的不能再周全的宦官，用礼节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我是喜欢他。 我不只是他的妻，更是他的臣。哥，只要陪着你，什么都不成。没有节制，放纵喜怒、肆意妄为，伤人伤己的情。我只管官家喜不喜欢我，他们说我是贤良淑德，还是骄纵妖异，谁在乎了？所有其他人、其他事，都是皇帝的。 只是我的，臣愿意做公主的影子。怀吉，在怀柔心里，我心甘情愿，永远被困在这儿。在官家跟前，只有正宫的雍容端庄和不可侵犯的威仪。 你一辈子得亏去归我妻，与我对峙，你得到你想得的。官家的私情与国事，便是想分，也分不开。后宫娘子，严禁与外臣私相馈赠，是何人心啊？他担不起天下，他担不起万民。不要像你爹爹一样那么辛苦，因为有情有欲，终将因情生事，因欲生他。 一辈子留在这城里，伴着最在意的人，情，那就停在那条线后。